严先生祠堂记，范仲淹。先生，汉光武之故人也，乡上已到。即帝握赤符，臣六龙得圣人之时，臣妾异诏，天下孰家焉？唯先生以节告之。继而动心相，归江湖，得圣人之亲，泥土宣冕，天下孰家焉？唯光武以礼下之。在古之上九，众方有为，而独不是王侯高尚其事，先生已至。在尊之初九，阳德方亨，而能以贵下贱，大德民也，光武已至。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，光武之气包乎天地之外，唯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唯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？而使贪夫廉，懦夫利，是大有功于明教也。仲淹来守士邦，使构堂而殿焉，乃复其为后者四家，以奉此事。又从而歌曰：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